东西南北，春夏秋冬，二十四时，《黄帝内经》依循天地之道，认知生命本源，顺应自然规律，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性。北京中医药大学屈黎敏教授为您讲述中华几千年的养生智慧。敬请收看名家论坛五周年特别节目《黄帝内经》。好，上一节我们讲到百病生于气的问题，那么中医里呢，关于情志呢，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怒伤肝，喜伤心，就是大怒可以伤肝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一定要节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能够让它任意的泛滥，所以这叫怒伤肝，喜伤心，如果过喜的话，就会伤及心，喜则气缓嘛，思伤脾，过思的话就会伤脾胃，然后就吃不好，也睡不香。那么忧伤肺，如果过忧的话，就会伤肺，就会伤肺气。你像林黛玉就属于忧伤肺，然后恐伤肾，过恐就会伤到我们的肾。那么这在中医里边呢，他就采取了一种情志生克法，他就是用情志，像情志的病是不可以用药而愈的，所以呢，他就基本上采取的生活的对治的方法。你像这个情志生克法呢，他就实际上还是用的是五行的方法，比如说喜胜悲，喜高兴就能够战胜悲伤，那么喜呢是主火，悲呢是主金，所以这就叫用五行的方法来说，这就叫火克金。火是可以把金属这种东西融化开的，所以它采取的方式是火克金，就是喜胜悲。那么在日常生活中，什么情况下喜胜悲呢？比如说我们白天工作非常的郁闷，然后呢领导又说自己，那么自己这样的话呢就郁闷憋在心里怎么办呢？那么现在很多人，你们会发现日本的男人有一点，他们就是下了班以后基本上不太爱回家，因为回到家白天就很辛苦了，回到家再老婆要再说几句让自己不高兴的话，那就很烦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他们一般都出去喝酒。那么在中国古代来讲，有一句话叫做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，借酒消愁愁更愁，其实是不应该喝酒的，喝酒只是能够暂时喝得稀里糊涂的，然后呢就这样好像是忧愁忘掉了，其实没忘掉。但我们中国社会就特别有意思，中国社会就说的不是说太让你去喝酒，古代有一种方法非常有趣，比如说去听相声，或者像现在东北一样去看二人转，这就叫喜胜悲。其实呢他说相声和说二人转在古代，实际上在过去啊都是很有讲究的，他基本上是在开玩笑，说磕打魂，就是那种开玩笑的方式说，甚至包括说一些下流的话，就是让你开心的话，那这样的话呢让你就忘记掉，你把你那个郁闷和悲愤就给它宣解开了。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。那么呢悲胜怒，用悲伤来战胜这个智怒，就是有的人大怒的情况下，然后呢你通过让他怎么给他告诉他一个很坏的消息，然后他马上一悲伤，这样呢他就把那个怒火就给熄灭了，因为大怒就可以伤肝啊，我先让你哭一哭就好了，就这样，这也是一种好办法。如果你们将来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人，你可以换一种方式，你不能他已经发怒了，然后你这时候再跟他谈一些不着边的话，让他更加的怒，这是很不好的。所以呢这个是悲胜怒，然后恐胜喜，恐惧可以战胜那个过喜过散的心。这个呢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是有一个例子的，比如说范进中举，大家都知道范进中举的故事，对不对？范进中举是考了那么多年的学没有考上，终于有一天
一下子听说自己中举了，高兴的那个心神哗一下就散掉了，就乱了，就疯了，满大街跑，也有点弃医而走的意思，裸奔的意思。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只有他的老岳父过来一个大嘴巴就给他扇回来了。所以中国古代不是单纯的就是用中药的，它还有一些很灵活的方法。像范俊中举，这就是治了大病了。你像他这个病，他如果老在街上乱跑，就考上举人也没有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叫做喜胜恐胜喜，然后怒胜思。如果思虑太过的话，就激怒他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。像《华佗传》里也有这样的故事。像在《华佗传》里有一个人，就是思虑过度，然后造成了身体里有淤血，然后这样的时候华佗怎么办呢？华佗就多受其祸而不加治，我就多收礼，收了很多的礼，然后我不给你治病。最后呢还留书骂之，还写了一封信来骂他，说他不仁不义啊什么。那个人一下子，他本来是因为思而得的病，这一下子通过这个怒，一下子把他这个怒则气上，把他那个胃中的那个淤血一下子就涌上来了，然后哗啦一下吐掉，病从此一下就而愈了。所以这也是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。那么还有思胜恐，思虑是可以战胜恐惧的，这个也是这样。就是什么样的，我们原先讲过习胜恐，就是习惯可以战胜恐惧。就像闻木声则惕然而惊，我们原先说过，那既然他一听到那个啪啪的摔门的声音他就害怕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天天的给他拍桌子，拍着拍着他就不怕了，他习惯了。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思胜恐，你如果想清楚了，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，你一般来讲就不害怕了。记住啊，事情一定要想清楚，不想清楚永远害怕。好多问题想清楚了就不怕了。这就是说他用的是什么呢？土克水。因为恐是属于水，然后呢土是脾，是思，脾主思，所以用的是，这些都是用五行的生克的方法。同时在生活当中呢，可以用情志的这种对治法，就是用生活来解除你的病。好，那下一个咱们讲一下中医如何对治亚健康。那么关于亚健康的问题啊，是这样，就是中医关于亚健康，首先关于健康的定义到底是什么。现在呢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有一个是有这样一句话，说健康不仅仅是疾病或羸弱之消除，而且是体格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是体格、精神和社会之完全的健康状态。所以实际上对于健康而言，它包括三个方面，一个是身体，一个是精神，一个是社会关系，就是你跟别人相处的怎么样，这才是健康的一个正常的状态。如果你光是身体出问题了，现在我们只把身体出问题当作不健康，对不对？可是古人不是这样，现在的所谓的健康的定义也不是这样，他会告诉你，你的精神出问题了，你的社会交往出问题了，也算是亚健康。实际上亚健康就是不健康。那么目前关于西医关于这方面呢，他认为全世界真正的健康者只有 5%， 认为很少。然后找医生看病的呢有 20%，其余的呢 75% 都属于亚健康。他是这样，就是那么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，很多的人就认为呢，是我们比如说你白天上班很郁闷，然后呢晚上又失眠睡不着觉，
可是呢，你到医院去检查的话，你会发现医院就说的没有什么问题。人不是靠指标活着，而是靠感觉活着。你有没有病，你自己的感觉会非常的准确。有时候指标，你的指标，你如果不去查的话，你都甚至不会知道你的指标是会很高。也许你的身体就需要那么高的指标，就好像高血压一样。有些人的高血压，有些人的血压可能就到140，他就是正常的，他就那个时候最好。一旦低下来，他反而难受了。可是按指标而言，他就是高血压病患者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你是靠感觉活着的，不是靠指标活着。所以这个关于亚健康的问题啊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那个就是健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到底什么原因会造成你的这种体格、精神还有精神方面啊。精神方面有很多的人，大家也许认为健康跟精神没有太大关系，可是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情志病。情志病实际上就是告诉你，你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，你得病是你身体和你精神的双向选择。你治得好病，治不好病，实际上也是你的身体和你精神上的一种，灵魂上的一种双向选择。有的人的病就可以治，所以中医那句话就是能有没有治不了的病，就有治不了的人。这个人他这个关系就很密切，人的作用在这里边会发生很大的作用，人本身的情志的问题会发生很大的作用。比如说现在很多人，我们在临床上也会看到很多的这样的病人，这样的病人就是白天只要有事儿，他就能出去跑出去工作，一点问题没有，回到家就不行了，他就觉得身上哪哪都不舒服。实际上这种人就是靠白天吊着元气吊起来了。这种人我们经常开玩笑叫什么呢，就是靠事儿活着的人，靠精神活着的人，回到家也许他就很虚弱了。中医呢在这方面呢，它会出现有一种说法，就是人呢为什么会得病。这个呢在中医里边它是有几种说法的。比如说人得病啊，在黄帝内经当中它会说几种说法，就是刨去我们原先的那所谓的恬淡虚无这些方面，如果你不恬淡，你欲望过强的话，你会生病。所以呢在中医里边它基本上强调有两类，一种是由于天地自然给你的影响造成你身体的得病，比如说天地气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，这样的话会造成你生病。还有一种就是你的情志会造成你的生病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像什么五劳七伤啊，像这种，就像我们 PPT 上所显示的，什么叫劳呢？什么叫五劳呢？比如说肺劳，肺劳这个五劳啊，在古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叫做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久视伤血。久视伤血，老看东西的话，会伤神，伤的是肝。比如说我们天天上网，天天上网的问题就会造成我们肝和心的损伤。你老看一个东西就会造成损神呢，耗散的是你的神。实际上电脑真的很夺人的神器。未来的孩子的大拇哥，就是这个老玩这个东西啊，大拇哥会发
会特别的发达，因为你老活动它嘛，啊，活动这个手指，所以它实际上，但是它就不讲它坏的一方面。如果你老玩这种东西，它把你的神都耗散了，差不多了。这叫久视伤血。那么呢，久卧伤气，老躺着就会伤人的气，伤肺气。不运动，老躺着不运动，就会伤气。久坐伤肉，伤肉就是伤的脾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人，这种人就你要说什么呢，就是有的时候就会说他懒。所谓的懒是什么呀，他有一个感觉，他就站着就觉得累，他就站着不如坐着，坐着不如躺着。就这种人湿，这个呢在中医里叫做湿气特别重，就是你缺乏运动，然后呢你的脾的运化功能也特别次，才会出现这种现象。这种人是脾湿特别重的人，脾湿特别重的人特别懒，而且呢久坐伤肉。你要老那么坐，像我们天天的坐办公室这种的，大家不要小瞧，就是说就这一句话久坐伤肉，实际上就是针对的天天坐办公室的人员而言的。你天天坐在办公室不运动的话，你那样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，实际上造成的是脾的伤，对人体造成脾的伤害。脾就主运化，然后你就吃的也不会，慢慢慢慢的吃的也不会太香，因为脾运化不好的话，就是把那个水谷之精微啊带不太走的话，你这样就慢慢造成了脾虚，或者造成了脾的湿气太重。而不锻炼是不是也消耗元气呢？其实不锻炼也消耗元气。我们说我们没动啊，我们怎么也耗散元气啊？没动，可是你老天天坐在这儿，你肚子里全就跟沼泽地一样，你想要把这个沼泽地给它控干了，这不也得靠元气来上来，给它慢慢慢慢的造干吗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，不锻炼也会损伤元气，而且这叫暗耗元气。那么有人还提出一种问题啊，就说的古人不主张锻炼，不主张过分锻炼，这个原先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所谓锻炼是沾如汗出，因为血是汗是血的变现，所以呢就说的要轻微的那种锻炼。但是我们现在现代人，就现代人而言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锻炼是远远不够的。现在的小姑娘都想又高又漂亮又轻盈，但是她采取的方法错了。她采取的什么方法呢？就是比如说抽脂啊、减肥啊、不吃不喝啊，这都是采取的是损害身体的方法。相反过来，你如果采取的是运动的方法，好好的吃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的方法，你那样的话你还会很健康很阳光。所以大家都，我现在就觉得在临床上有很多问题啊，就是都是解决错的一个问题。比如说便秘，便秘现在很多人治便秘的方法是通过拉稀的方法治便秘，我就给你吃泻药，这是不对的。就像减肥也是一样的，就说的我把你脂肪都抽走了，你为什么不去思考它什么原因长了那么多的脂肪，长了那么多的赘肉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它不解决那个原因，只解决这个抽脂的问题，这就是临床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它就不解决为什么造成它便秘的原因，而且只是让它拉稀就可以了，这会很糟糕的。如果你长期的那么拉下去，而且你只要药一停，你马上又便秘，这就很麻烦。那么怎么治便秘？那么我们原先已经说过了，
像便秘的问题，这属于大肠的问题。大肠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津的功能，就是天津的津，那个功能。那么你自己只要清楚那个津的功能，只要津的过度，把那个水液往外排挤的过度的话，那它就是便秘。如果排津的能力过弱的话，它就是拉稀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只要治津的功能就可以了。看它的肺气足不足，它肺气足，肺与大肠相表里，肺气足的话，它津的功能就会特别强。你怎么把肺气调匀了，它的大便就也会正常了。而且在日常生活中，你们也可以看到，小孩子大便就又粗又大，那是小孩子肺气足，上焦气足的一个象，而老人的大便就越来越细，越来越成问题，这都是心肺的问题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就说的，你一定要找出它的原因是什么，去治那个原因，治那个根本，而不能治这个表象。治表象是不可以的。还有就是久坐伤肉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这是伤了脾，脾伤了以后会越来越胖，或者是越来越瘦。思伤脾，思虑过度人就瘦，思虑过度啊人就瘦。然后呢，另外一点呢，脾如果老不运化的话，然后人慢慢就成为垃圾的堆积，然后就越来越胖。这就是脾伤了以后的两种表现，要么就特瘦，要么就特胖。而且到目前为止有一个很难治的病，也是跟脾有关系，就是糖尿病。糖尿病也是脾受伤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就是久坐伤肉啊。所以过去为什么管糖尿病叫富贵病，都是因为你太懒太不活动，然后呢你吃的又过于营养过剩，然后这样的话要想把它整个的代谢掉是很伤你的脾的，这叫久坐伤肉。然后呢久立伤骨，如果老站着就会伤骨，骨就是伤肾，就是说实际上是说你自己如果过度的去那个老站着老跑动了，那样的话就会伤到你的腰腿颈这些部位，所以这叫久立伤骨。还有就是久行伤筋，久行老走动的话就会伤筋，伤筋就是伤了肝。肝实际上它是代表脾疾之本，就是你不能过分的让人体，如果过分劳动过分的锻炼就会伤了肝。所以在大家要明白，中医为什么叫中医，实际上就走一个中道，行一个中庸之道。它实际上告诉你，所有的疾病都跟太过与不及有关，太过了也不行，不及也不行，就那个度才是最关键的。关键你怎么把握住这个度。那么什么叫另外一种五劳呢，就是说肺劳肝劳这些呢，实际上就是说把前面我们讲的那个五劳都发展到极致，而且是时间特别长时间的发展下去，就成为这个病要老不好，老不治愈它就成劳病。所谓劳病就是持续不变的长时间存在的一个病，久而为劳，什么都久了以后，这个病时间长了以后就是痨病。那么另外一种他还讲七伤，五痨七伤啊，在黄帝内经里边这都是讲的，叫太饱伤脾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很注意的问题。太饱，如果你吃的太饱的话就要伤脾，这样你会增加脾的运化的能力，让它无形中又调动出很多的精气来，这叫太饱伤脾。大怒气逆伤肝，
这个我们原先讲过了，大怒气逆则伤肝，防劳过度久坐失地伤肾。防劳过度，房事过多就会伤肾。然后久坐失地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久坐失地就是谁也不会那么傻，天天坐在湿水里边，对不对？那么久坐失地实际上就是不活动的意思。你老那么坐着屁股上都塌出汗来了，那就是久坐失地，就是老不活动，从来不知道该起来运动一下。所以像我们坐办公室的啊，平常没事儿，哪怕伸伸懒腰都对身体有好处。但是你要一定要清楚，我这伸懒腰到底伸哪儿呢？记住啊，这个两臂往上举的时候，两臂往上举的时候，抻拉的是哪一块？对，是这一面。这个我们原先讲过，这是什么经脉？胆经，正好是生发之机。所以你这么呆一呆的话，把胆经就给撑起来了。撑起来以后，你这个生机就很好。那么现在呢，有一种说法就叫做什么呢？叫拍胆经，外面也有一种。那么就拍胆经，就是拍这个腿啊，从这个腿的这个就是这有一个环跳穴，从这儿开始，然后拍整个的腿的侧面，因为这个侧面都是胆经嘛，都要拍一遍。那么实际上这胆经一直是从头脚这儿一直下来的，绕着脑后，这不是一直下来，我们原先说过吗？包括这底下。所以呢，你拍完这儿以后，实际上呢，那你要说动活动起胆经，让自己的那个生发之机全起来的话，你不能只动下边不动上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就上面也得抬一抬，把这儿拉开，把上面也拉开啊。拍胆经据说也是外边有一种，现在有一种做法叫做拍胆经啊，然后呢早睡觉拍胆经，还有拨心包经，就说的这几种方法放在一起对人体会很有利。其实对老百姓而言，只要教给你一个动作，你只要回去天天练，你别忘了它，肯定久而久之会有作用。记住啊，这个久而久之会有作用。然后呢是过食冷饮伤肺，这一定要记住啊！如果太过食冷饮，这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个问题啊。动不动就大口大口的喝冷饮，这个是对肺气的伤害是很大的，实际上它还伤胃。你记住啊，就说的伤胃。后来我们看到有一些啊，比如说看到一些小孩子，他我原先讲过，痤疮是由于过分的喝冷饮造成胃寒，然后胃火攻出来生出的痤疮。那么还有一种小孩子，他也天天喝冷饮，但是他痤疮就不明显，这是为什么？就说他的燥火都已经升不上来，所以这叫过食冷饮伤肺，忧愁思虑伤心，过分忧愁思虑的话就会伤心神，风寒暑湿伤形，如果外穿衣服啊这方面不知道调适的话，就会把形体伤了，伤形也是很重要的。然后恐惧不节伤志，这样就会把肾，就是把志气也给伤了，成天到晚害怕，胆小害怕，然后不知道节制，这样就伤了志。好，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